操盘战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操盘战将。哇，我的价值来了，这个盘。I love it, I love it, I love it。再讲一次 ，I love it， 我喜欢。因为可以凸显分析师的价值，优劣好坏。我跟你讲，大概这几天你就可以分辨得出来了。奇阳老师，今天大盘跌这样呢，啊，你的股票你也搞不了那种安内，我搞安内啦，又涨停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今天开心不是它涨停板。开心是什么？小心涨停，涨停再涨停哦！5月31号，上个礼拜五，昨天6月3号礼拜一，今天6月4号礼拜二，连续三天三根小心涨停，涨停再涨停。我最开心的是，我做到了。我做到了，我字卡上面写的字，我做到了，我最开心就是这个。我等一下再来讲奇阳，因为下一档奇阳，哇，老师，这是下一档金城科哦，那下一档奇阳是谁？等一下我再跟你说，好吧，不要急，因为我知道你今天想问我什么。老师怎么搞的？不够力耶，啊，高通昨天在开，在台北国际电脑展开讲，哦，安谋执行长也在讲，哦， Intel 怎么搞的？不够力耶，没有他有力耶，没有他有力耶，啊，这两个也是啊，苏之峰好像好像效果不大哦。今天很多股票跌下来，包括我的股票也是一样，我的股票也有跌哦，跌14块哦，老师跌很多哎，老师是利多出尽啊，啊，结束了，因为该讲都讲了嘛。礼拜天在台大体育馆，黄仁勋哇，那一天收视率很高啊，多少人在看他的演讲，包括我在内，我也在看，我从头到尾都在看那2个多小时。从他讲 AI， 从他讲回答，从他讲 GP200。再到机器人，我整个2个小时听完，我都觉得说啊，我们这次台湾真的不一样了。我不是讲他的彩蛋，最后再谢谢台湾，有人看了很感动。我是做投资的哦，我不需要客观的一点哦，不要那么带有太复杂的感情。中立的、客观的来看，黄仁勋在那2个小时里面，他如何播化未来？他如何把未来的一个愿景，在那一场演讲会完整的告诉大家，世界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？国际间，包括中美两大国，大象相争，他很巧妙的避开来，对不对？包括他到现在还没有去见赖清德总统，哦，很多人都还没有见到赖清德总统，也是一种技巧性啊。
啊，不过这个我不谈，我要谈的是什么？黄仁勋，他接下来看到了 PC， 只是他没有讲到什么，没有讲到手机，我觉得有点美中不足。你讲 AI PC， 可是 AI 手机啊，对，他有讲到自驾车的部分，可是手机呢？手机也是一个重点啊，因为我们每个人目前为止每个人都有手机啊，甚至不止一台手机。各位，手机如果变成 AI， 手机也有也是 AI， 哇，那个才酷啊，那个才会让很多的股票，我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每天都是五六十档、七八十档股票涨停板，那个画面我已经在想象了。现在还没有，现在还没有。可是你要不要参与啊？你该不会因为今天所罗门拉回，你就整个啊，好像气球一样泄气了？小红啊！老是所罗门跌下来，跌14块钱了，机器人不灵了啦，机器人利多出尽了啦，机器人这个题材 game over 了啦，是这样吗？你确定？你确定？我跟你讲，我今天看到很多机器人股拉回来，哦，这也拉回，我看到很多机器人股拉回来。我的时间来了，各位，来找清俊吧，来找我吧，请你好好的、完完全全的信任清俊吧。我之前所罗门，我在跟你聊这次股票，我带我会员、带赖群组的人，我们都去买。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会员共襄盛举，哦，带你去买。我不是推荐，不是推荐啊，因为推荐会员就没有买嘛，对不对？我不是推荐啊，我推荐这一支，我推荐那一支啊，会员有没有买？没有，有没有买？没有。我不是推荐，我是带你们去买，带跟我身边的人，我们去买，我们来赚所罗门。各位，三倍了！全国观众，你看我节目的投资人，我光这一档股票，我屌打，我一个打十个，我打遍，你知道，包括那个 YouTube 哦，有家投顾所有的分析师，因为他们都没有所罗门，他们都在讲别的股票。我知道，各位，你知道吗？你为什么别人赚得到大钱，你却赚不到嘞？啊，为什么别人可以在股市赚到大钱，我们可以在股市赚到大钱，而你却赚不到呢？为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看错节目，你跟错老师了。那些人脸皮真是死不认错，硬凹到底就对了。啊，不讲就是不讲，不谈就是不谈，不买就不买。啊，怎么办呢？你都赚不到啊！看着机器人的股票，他们大飙特飙，结果他手上他们会员都没有，都没有，所以他们的会员到我这边来，在跟我诉苦说：“哦，刘老师，我看你的节目，看你所罗门的飙成那个样子，还有那个谁，尹汉也是啊，各位，我就直接跟你讲，他机器人啊，哇，这支股票也是堪称传奇啊，你知道吗？”这边就不用看了啦，140%，跳空涨停，跳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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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接跟你讲机器人，在这里，在哪里？哦，在这边呢，机器人大飙股啊，隐憾啊，结果他们买的都是一些什么 ETF 啦，或是那些，各位啊，我跟你讲啊。那个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我也不要是数落你或是那个奚落你，不是，我是跟你讲，来，你来我这边，你相信我，你让我来，
也许我在网络节目没有那么欢迎，很多人可能没有看到我的节目，也许我在网络的点阅率没有那么高，但没有关系啊。你今天既然看到我的节目，我告诉你，未来你交给我，未来的 AI 的那个大才，那个时机才，当黄仁勋讲的那一番话，各位你不要小看啊，字字珠玑，金玉良言。他以后所讲的一些题材、产业或股票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会赚到翻呐、啊，我们会赚到翻呐、啊！你看我们怎么赚？现在再拉回休息，很好，拉回休息是很好，但是问题是，不是所有的股票拉回来都可以买哦？现在不是喽，现在不是喽。而是那今天隐汉有拉回，可不可以买？可不可以买？啊，可不可以买140%的隐汉？今天有拉回来，哎，老师可不可以买？哎，你问对问题喽。那我可以跟你讲，来，来找清俊，你来催我，赶快来找我哦。有问题打电话去问，不要客气啊，打电话来问哦。我在电话那一头等你啊。当然你也可以不用打了，麦喊你 TK 啦哦。不要那么铁齿嘛！哎呀，老师，我搞起来，哎、欸，不一定哦，搞不好开始分道扬镳了哦，搞不好、哦、今天有些股票那个高点就看到了，就看到了那个高点啊，所以他接下来哇进入空头空方转折，我是说股票不是大盘，因为股票要跟大盘脱钩了啦，不一样，包括机器人也一样，包括水冷散热也一样，真的。老师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看里面的筹码、啊、我知道里面的筹码、啊、所以我跟你讲、哦、我手上的股票如果你有买的话，或者是你现在的股票有拉回来的话，你赶快来找我，还来得及啊！我跟你讲还来得及啊！呱机来催我、啊、好不好？赶快来找清俊，现在都来得及。哎，那张跑哪去了？然、哦、后在这里，所罗门，各位啊，今天他拉回来，一根长黑 K 棒。今天有人开始紧张了，你知道吗？有人开始在那边紧张，因为这边还没有很紧张，这边开始紧张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买到这边的人会开始紧张了。哇，老师，这该不会反转第一根吧？我跟你讲，来找我，赶快来问。好不好？你不要去找别人了、啊，哎，不好，没有用啊。搞不好你找到别人，别人跟你讲说，乱给你建议。你真正要做机器人，你要来找清俊啊。机器人，这个主流，这个产业，它是一个大大的长多题材啊。但问题是在这个长多题材里面，不是所有的股票都是能够哦鸡犬升天哦，每个股票都能够。好像人人有奖一样，没有哦。现在开始不一样喽，今天不一样喽。为什么？因为所罗门这样告诉你了，他已经不一样了。哦，所有的机器人的股票要开始变得有点跟你想的不一样。我讲的，来，你看盘面，这上市的，这上柜的。你看今天涨停的股票，什么晋鸿、鸿宝科、益东、成泰、联宇，各位，哦，啊这边什么启发电、宝瑞、万国通、科茂、耀月、商城、安克、金拓科，哦，新普罗、宏硕系、星云、商资器，有没有？典范、捷波、成耀、石威，哎，你有没有觉得一件事情啊？怎么都是涨，你不知道，很冷门，或是你不熟悉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哎，你看今天涨的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对。注意，来找新军，盘面会说话，盘面会说话。那至于先前的一些题材跟股票呢？一些热门股呢？老师，难道那些结束了吗？包括所罗门啊。
包括所罗门啊，包括一些机器人的股票啊，或水冷散热啊，是不是要结束了？我不是说这两只股票要涨，双红，你看那双红连续收黑4K 了。我讲什么？我有跟各位聊到二线嘛，我有跟各位聊二线嘛，对不对？我有讲啊，我不是没有讲啊，二线啊，所以二线的股票，二线的奇阳。各位啊，你想想看，5月29号这一天，因为你知道5月30号隔天被打成这样，你看29号那一天，我那天还是意气风发嘞，还告诉你嚯涨停板，对，讲得多有自信啊，多有魅力啊！来看一下 VCR， check out， 我们对答案吗？下一档金城科这一支股票。涨停板109涨停板，哇好厉害，我好像你栽跟斗了，好像你踢到铁板了，好像好运没有天天有啦，哦对不对？29号开涨停，30号被打到跌停，哇多大家都在笑啊，他们都在嘲笑我，你知道都在讽刺我，哎，连一些其他分析师也是这样呢，还特别讲一下这支股票来酸我，你知道吗 ？OK 啦，好啦，我听到了啦。小心涨停，涨停再涨停。老师，你公开涨停，可是隔天没有啊？好，我们不算，好不好？不算，都不算。小心涨停，涨停再涨停。哦，我这天开牌嘛，隔天被打到跌停，不算嘛 ？OK， 这第一根。小心涨停 ，OK， 涨停。第二根，小心涨停，涨停有算数喽，再涨停，真的吗？各位，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。第三根，太强了，狂贺涨停板。连续3天3根涨停板，各位，我问你，我有没有说到做到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小心涨停，涨停再涨停。5月31号涨停，6月3号再涨停。6月4号又涨停，小心涨停，涨停再涨停，说到做到，100%，来，再一次，看清楚，导播画面 take 这张，又来一摆啦，再一次啦，要不要？他是谁？老师你好大的口气，小心涨停再涨停，奇怪了。我这边写这边不是也是一样吗？你也跟我讲说，老师你在碰轰，老师你在操刀啊，是吗？后来呢？我有操刀吗？我有吹牛吗？难道我没有说到做到吗？再来一次，过来一摆，再来一次，来，不要想那么多，打电话来拿，来电就给你，免钱，不用钱，一通电话。标股就是你的，一通电话涨停板就是你的，各位，我跟你讲，真的不难，难在你的一通电话，标股在我这里啦，赚钱很容易，一通电话包你满意，这支股票下一档奇阳，我跟你讲啊，标股哦是会传承的，标股会连续啦，因为你听懂我意思吗？你看嘛，
奇洋是不是标的下一档金城科？哎，啊，老师，那金城科先前呢？先前怎么涨的？先前哦，金城科啊，它涨多少？涨92%，涨92%，哎，涨92%，哎，下一档吉茂金城科，哎，啊，吉茂嘞？吉茂在这里啊，吉茂130%，吉茂开始哦，130%。哇，老师，吉茂飙一倍，太厉害了，130%。那下一档在哪里 ？OK， 下一档我给你，打电话进来，这只股票你也来电给你，你要下一档吉茂，我给你金城科，金城科涨了92%，涨了92%。我跟你讲什么？不要再买这只了，好，不要再买了，因为你会去追高哦，我不建议你追高了，因为你涨92%了。它叫做下一档的吉茂金城科吗？好，不要买这个咯，我再给你什么？我再给你下一档的金城科，下一档的金城科它叫做奇阳。然后你就看到了5月29号我开牌了，我开牌了，隔天被打到铁停板，打给龙的球。各位啊，你知道吗？这是给你买的。所以今天同理可证，当很多的股票再拉回来的时候，可不可以买？可不可以买？可不可以买？拉回找清君，找我，我告诉你可不可以买，我告诉你可不可以报。我真的，我跟你讲真的，你赶快去问，你来问我好不好？奇阳，你看29号30号，所以哦，你看那一天大跌298点，我跟你讲啊，如果你买对股票，买到有人，隔天就这样，31号，6月3号，昨天，今天6月4号，各位啊，我告诉你，短短几天呢，短短几天，快70%，68%了，68%了。老师，我看到的涨停，涨停，再涨停，再一只，老师再给我一只，再给我一只，好，下一档奇阳，你现在打电话进来，这一只股票送给你。各位记住，如果我又对呢？如果我又说到做到，你知道你会赚多少吗？如果我又说到做到呢？下一档奇阳打电话进来，这一只股票送给你。进广告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相信从顶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顶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
操盘战将，昆盈加隐汉这支股票我不开，给你对，让你对，好好的去对，对到算你厉害。OK， 来，急吗？小心涨，哎，我这里也写小心涨停，涨停再涨停啊。结果这边涨停，涨停再涨停，涨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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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连续四根涨停板，急帽很强，两次啊，我说中两次啊，急帽130%。老师，下一档急帽呢？金城科有没有？金城科，各位啊，它也是涨啊，这个我没有写，回头我再补92%。下一档的金城科，奇阳68%，各位真的。说到做到，小心涨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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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涨停。这一支下一档奇阳，小心涨停，涨停，再涨停。打电话进来，这支股票就是你的，好好把握。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